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6月20日，旧历的5月初3，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癌是全球癌症死亡主因，过往拢认为食薰是致癌的关键，但咱台湾有一半肺癌患者拢无食薰，讲这个空气污染是致癌的凶手。112年大学多元入学成绩出来了，中华高中总共有216个人录取到台清、高雄、台中国立的大学，录取率是超过50%。为期4天的端午假期，鹿港警分局为着维持鹿港小镇的交通顺畅，规划交通管制勤务，呼吁游客爱来遵守引导，避开容易塞车的路段。新闻头一条来关心医疗消息，讲到这个肺癌是全球死亡率上最高的癌症，也是台湾癌症的死因之首。在肺癌的患者当中，有超过一半说一世人都没有吃薰的经验，而且根据国健署年报来显示，台湾的吃薰比率一年一年降低，但是肺癌发生率却是年年增加。医界就来探究原因，说恐惊是跟空气污染真有关系，呼吁高风险的民众要定期来接受检查。秀团病院邀请社区居民参加肺癌防治宣导活动，过程更加最大曾经得到肺癌的队长现身讲法。因病队长陈文佳讲，家己无食薰，拄到有人食薰，马东会离正远，想袂到竟然会得到肺癌。我会觉得说，我没有抽烟，我们家人也没有抽烟，周边抽烟的我都会远离。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现象发生？那就自己在想说，是不是说在里面啊，在里面在服务啊，哈，都难免都会遇到这些哈，有厌恶的啊，或是说成粉的的一些状况。专科医师表示，对中肺癌患者当中有超过半数无食薰，探究原因，真有可能是跟空气污染有关系，尤其中部地区的空气污染上严重。因为像我在彰化已经待了10几年，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去找为什么会我们癌症彰化地区的癌症肺癌发生率会这么高，其实有很多种原因啊。第一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家族史嘛，然后抽烟嘛，但是我们其实找了很多理由，其实跟包括彰化空污协会一起合作或什么，其实找了很多理由之后，我们发觉其实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医师强调，科学证实食薰也是肺癌的上大因素，呼吁长期食薰或者是有肺癌家族史等高风险的族群，一定要定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咱健康活出彩色人生。大众新闻中上中华彩虹报道。好，继续来看112年大学多元入学成绩拢出来了。中华高中共总共有216个人录取到台清、高雄等国立的大学，录取率超过50%。其中有曾经是过动儿的学生，以及得到罕见疾病同学，嘛来考到医学系，佫较有率领到学校棒球队摕下全国高中棒球联赛软实组第二名的棒球队队长，嘛来录取到中国医药大学。透过学校提供的画面，会当看到学生杰出的表现。画面中的选手是中中棒球队的队长，会晓运动，佫较会晓读册，是今年中国医药大学的新鲜人。好啊，首先就是要先对于自己的时间要有非常好的拿捏。就我可能我那时间就是负责打棒球，我那时间就负责读书。然后读书部分的话，就是老师会额外花时间来协助我，或者是同学会借一些笔记给我分享。然后打球部分就是自己要。多花点心思在那上。除了棒球队长有好的表现以外，曾经是过动的同学，以及得到罕见病症的学生，也将成为行医救人的医生。本身的状况是一部分，但更多的它只是一个启蒙而已。更多的是我在高中接受到学校的讲座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书籍的阅读，去启发我想要从事医学的一个特性这样。
我就认为说我有这个疾病可能会影响到我后续的医师的生涯，但是我父母反而鼓励我说，就是我在我当上医师之后，我可以利用我的医学专业知识去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病患，甚至比我更加严重的慢性病患都可以被我帮助到。中华高中统计今年大学多元入学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0个人录取台湾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的国立大学，录取率超过50%。大众新闻，丁尚中华采访报道。后来，过来是为期四天的端午假期，鹿港警分局为着维持着交通的顺畅，将针对返乡鹿港庆端阳的活动，重点时段加路段规划交通管制勤务。鹿港警分局长林英宏嘛来呼吁，来到鹿港的游客经过管制路口，爱来遵守警方的引导，且用路人哦爱注意，并且提前规划，才袂好休假好心情，拢好搭车拍歹去。端午节特别高度，被称为全国十二大节庆活动的鹿港庆端阳，将伫咧六月22号到25号登场。今年是甲人气 IP 柴与露合作，好柴柴带领乡亲来感受小镇光影的一个魅力，佮盛大回归的夜间龙舟比赛。要欣赏光影节，甲看飞龙船，嘛爱来注意交通的管制，因为鹿港警察局嘛来针对较容易塞车的地点来加强疏导甲管制。鹿港分局执行2023庆端阳系列的活动，停车的资讯在鹿港镇区及工业区总共有3544个停车位，图示如说明。那相关的停车的资讯位置啊，大家可以参考鹿港庆端阳这个 QR code。 针对龙舟赛主会场，我们在6月21到25日会实施道路封闭管制，6月22当天端午节，我们会针对贵宾机车及美食摊位区做一个道路封闭管制。有关道路疏导规划部分，建议民众彰鹿路入辖，由中正路往文小五停车场来做一个停车，走线144线，建议走南环路往彰滨工业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鹿港镇区。鹿港分局长林英宏嘛，呼吁民众先开容易塞车的路段，配合警方管制速度，把宝贵的假期时间。大众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好秀社区欢庆五日节，今年同款伫咧顺天宫以及朝兴宫发放米米肉粽，公告了后，做回来关心。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鹿港日常，用传承彰显节庆风采。五月五庆端午，我们延续敬天祈福的大礼，传承最深的鹿港记忆，遵循古礼，用虔诚的笔触为龙王点睛，点亮鹿港盛世。鹿港庆端阳。月底到啊，钱嘛到。要借钱无？星光当铺可你扣。星光当铺放款快，利息低，服务好，全资金找星光，电话请卡761000。有一种仪式，一生只有一次。华范礼仪。
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五月初四。根据通俗的记载，明仔在围攻在正当风，何时是在起九点到十一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过来来看，好休息区为着庆祝五日节，每一年拢会伫咧顺天宫以及朝兴宫举办发放肉粽的活动，甲辖区内将近100户乡亲分享美味肉粽，共度佳节。何必好休社区每年的端午节，都会分别伫在顺天宫甲朝兴宫来办理庆祝活动。就连疫情期间，也是拢会分肉粽，互辖区内底乡亲，家家户户拢会当食粽过节。好消息哦，啊，发展协会今日咧发放啊那个粽子啊，以及低关怀低收入户哈、我们好消社区总共发了523份哈、有3600多颗的粽子哈、来做发放工作啊，非常感谢我们各位乡亲呢，这段期间对社区的付出与努力哈、我们今年呢，比照往年来发放我们的粽子关怀弱势家庭哦。以往除了发送肉粽以外，社区也伫个庙埕广场办活动，互相亲伫现场做伙接粽。但是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无家己包，甲买现成的肉粽，互大家领到厝内做伙享用过节。大庄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热闹的现场，也有一个庆祝五日节复兴秀厝社区，号召真侪社区的职工举办八肉粽的活动，除了传承五日节的习俗，嘛借此来联系着全民的感情。福兴秀厝社区活动中心真无闲，70-80名职工按早起6点外开始包粽，因为要将一挂上班古早味的肉粽送予规个庄头的居民享用。今天就是今年是端午端午节啦，啊，咱就是要来传承啦，传承咱这个端午节这个文化，咱在地的文化吼，啊，咱大家在地在少年家，当然继续学习咱这个端午节的花龙船个包肉粽，啊，大家传承就叫真的嘛，足感谢咱在地吼。志工妈妈、志工爸爸在吼，在大家斗三工，啊嘛要感谢吼，在赞助的单位吼，足赞助单位感谢你啦吼。啊，阮会在即个志工啦，啊，甲包含在李干事啦吼，足多谢，啊嘛真多谢在志工的帮忙啦。啊，今日办了足圆满、足成功的啦。白肉粽的活动非常热烈，议员代表等人嘛拢前来甲大家同乐，感谢社区举办这么好的活动。非常欢喜，今仔是咱秀厝社区吼举办这端午节白肉粽，啊，分享予咱全村、咱所有秀厝村的村民。啊，咱感谢咱的理事长吼，啊，非常用心对着咱社区吼，咱村的。咱所有这端午佳节的这个个活动吼，今仔日嘛是非常的热烈，因就下早2点外就开始办这个活动啊吼，啊全庄的全部拢发动吼，嘛是非常的专业啊，现场包肉粽的，所以妈妈嘛吼，大家拢非常的用心吼，迄包的肉粽拢有够水，有够好食的吼。我走这侪社区吼，咱秀厝社区会使讲上赞啊，上团结。义委服务处啦吼，还有义员服务处。陈秀吧，还有黄议员，还有我们社政，福兴乡公所，还有我们那个主办单位秀厝社区，理事长杨福来哈，举办今天那个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活动，让民众感受到这个端午佳节的节庆有一个日子，非常感谢我们秀厝社区理事长，还有各位李监事的协助，还有这些。很辛苦的义工，感谢各位，祝我们那个端午佳节快乐。这礼拜四就是端午节了，真侪社区都来提早包肉粽，好社区居民提早感受大家这回包粽过节的道德气氛。大家一边讲笑，一边包肉粽，气氛相当热烈。大众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继续来看，新港溪底社区提前举办着包肉粽庆端阳的活动，溪底志工总动员合力包了34道的肉粽，并且委由着林长发放予社区内65岁以上的长辈，感受过节的气氛。过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了，新港溪底社区闹得滚滚，所有志工总动员，按前一天就闻到备料西藏虾，大家烧烧斗阵来包粽。
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了三年，那这一次疫情也逐渐的比较没那么的严重了，那我们这次重新举办端午活动绑肉粽赠送给社区65岁以上的长者，社区的志工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到社区来洗粽叶以及切一些今天需要用到的配料，志工也3年多就到社区来帮忙了。真心的感谢他们。这次总共准备了34道的主力，要来包4000粒的粽，来送给学区内底年满65岁的老伯伯，要来跟他们分享过节的气氛。包肉粽的时候，要让咱65岁以上的来中者，大家要过端午节，然后吃到肉粽，享受到在端节的气氛，大家拢真辛苦，是咱理事长吼真用心啦，把这个端午佳节吼办个气氛非常的热烈。很香的，就是古早味，他们的这个料，那盘的料吼，包的鸭料较高大味，就觉得很有妈妈的味道，真的很好。一位单手抱嘛，对着志工妈妈这回包肉粽，小人的动作看得出来，手艺真正袂歹。客地志工表示，虽然社区因为疫情的关系，庆端阳的活动停办三年，但是一到了现场，马上唤醒身体记忆，摕到粽盒就知影刷落来要做什么动作。小人的手艺彰显传统古早味。大庄新闻叶芳如新港采访报道。现在我们先扣串一个广告，等来带乡亲来去秀水乡立图书馆欣赏明前国小五名书法里写到真厉害的书法作品。凯擘大宽屏 MOBI 月月发，月月可折月租费，每月只要649元起，全家上网不 lag，最多给你三台 Mesh WiFi 6，让你 WiFi 满屋。快拨0809006899，凯擘大宽屏，你的 WiFi 专家。Everything you call life will end.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拨0809009658。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国历节是中华传统节庆之一，为着要让囡仔会当明白着庆端阳的由来以及习俗活动，好比一间幼儿园就专工哦，举办着做香香、各种尊敬体验的课程，并且邀请中华发展学院的漫飞天使做回来加入，透过融合学习，做回来熟悉着传统的文化。端午节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传统节庆之一，为着让囡仔熟悉节日的由来甲习俗，特别安排做香香、背灵船的体验课程，也邀请中华发展学院的漫飞天使做伙加入合适的行列。借由这一次的端午节庆祝活动，我们透过讲绘本，然后做香包，然后还有让小朋友一起品尝粽子。以上这些活动，我们跟我们彰化的发展学员，透过了这些融合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习到了同理心以及如何包容其他不一样的小朋友。彰化发展学员啊，感谢晨光幼儿园这5年来持续提供我们融合教育的机会，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顺利的在晨光幼儿园经过融合后评估，然后顺利转学到一般的幼儿园就读。那在与晨光幼儿园合作的这么多5年以来，我们总共有13位园生，就是陆续转学到一般的幼儿园所。
可见融合教育对于一般的孩子以及身心障碍的儿童都有极大的帮助。幼林园致力推动融合教育，五年来规划真多活动课程，和幼林园合同甲漫飞天使做伙学习做伙耍，希望透过互动学习，提升漫飞天使甲社会融合的机会。其他幼童麦当做出学习尊重差异甲互相帮助。多张新闻叶芳武何必彩虹报道。基本消息继续来看到秀水乡民政国小案即马开始到三十号，伫咧秀水乡立图书馆举行着民政同盟展的书法展。五名学生是来展出二十外百个书法作品。透过一届展览，学校以及秀水乡长嘛希望学生哦会当互相观摩，提升书法的技能，甲培养美学素养，同时互即挂国小的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民政国小的囡仔一字排开，动手挥毫，写出这届展览的主题文字。随后，乡长林明佳、校长林俊贤、甲主任老师嘛来现场挥毫写大字。一开始学书法，经过世凯老师的教导，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成就感。希望这次的参展能让艺术气息提升整个秀水乡。我从三年级开始学书法，已经学两年了。从小时候就有看到学长学姐的作品，觉得他们的字都很好看。刚好世凯老师也愿意指导我，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踏上书法之路。民政国小最近伫咧秀水乡立图书馆举办民政同盟书法展，由学校甲柯树凯老师共同策划，展现学生精彩学习成果甲创作。秀水乡的民政国小还有几位非常优秀的小朋友。来办一个这个联合的这个书法展，在我们秀水乡立图书馆来举办，为期14天哈，从我们的6月17号到月底哈，也希望透过这个联展，让我们秀水乡我们乡内的整个这个艺文气息哈，可以来提升。民政国小由我们这个校长林校长以及我们的这个指导老师哈徐老师。他们这些小朋友从国小一年级小一就开始哈接触这个书法，他们经过无数次的这个比赛，也得获奖无数，今天可以到我们这个图书馆这边来做个展览展示哈，也让我们小朋友可以透过他们的这个优良的成绩，让我们乡内各个阶层可以来了解这件事情，来知道这件事情，也欢迎。好，我们乡内的各位乡亲，以及来自我们彰化县的各位乡亲，可以到我们秀水乡立图书馆来这边参观。这届书法展，秀水乡公所嘛替学生提供一个电视自我互相学习的平台，嘛进一步展示因对书法的热情。水乡公所林乡长的大力支持，借用这么棒的场地，让民政国小可以来这展示学生的作品。今天所展示的这些小朋友，其实他们从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学习了，利用课余时间、假日，我想他们都很努力的学习，而且积极的参与外面的各项比赛。我相信这今天展示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们心情的方面。那民政国小很重视学生多元发展，我们希望让每个孩子都可以展现他的才能，那也希望各位可以多支持我们民政国小。一件一件学童规划的作品，字体精致，卖书给大人。对着书法有兴趣的民众，欢迎前往秀水乡立图书馆欣赏展览。多张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118公吨，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17.7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原材上价52.7元，中价37.9元，下价21.5元。货柜上价32.7元，中价24.9元，下价16.5元。我上价12.6元，中价9元，下价6.2元。各类菜上价23元，中价15元，下价10.1元。
白菜上价23，中价15，下价10.1；包心饼上价34.8，中价30.7，下价15；油菜上价18.5，中价13.9，下价9；青菜上价59.9，中价42.6，下价26.7。鸡蛋菜上价40，中价25.4，下价17.2。菜头上价12.7，中价9.4，下价6.5；葱头上价26.7，中价22.5，下价15；番薯上价36.7，中价28.4，下价20。先来关心户外空气状况。21号环境风场持续吹西南风，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维持伫咧良好的范围。另外，伫咧天气的方面哦，各地头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哦。透早到早起哦，中南部沿海地区会来落一个短暂阵雨，过到了后，各地山区会落一个短暂的雷阵雨。因为明仔拜三，这一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代表进入热天了，因此。这个温度也越来越烧热。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海波大宽屏 ，MOBI 月月发，月月可折月租费，每月只要649元起，全家上网不 lag， 最多给你三台 Mesh WiFi 6，让你 WiFi 满屋。快拨0809006899，海波大宽屏，你的 WiFi 专家。居家上班已经是现在的新常态，因此家用宽屏网络需求量大增，需要大量的稳定网络。网络也太卡了吧？我们有讯号啊。怎么都无法登入？网络有问题，就交给 Cable Team。网络卡到爆，那是因为网络连线品质不好。申办一居光纤上网以及 WiFi 6，帮你解决家中讯号不稳以及断线的网络困扰。一居上网加三台 Mesh WiFi 6，给你 WiFi 满屋。快拨0809009658，凯波大宽屏，你的 WiFi 专家。가족은나한테맡겨조심해도로위에버리고왔어요내가다해결한다저는제가족을지키는일이제일중요한일이니까요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拨0809009658。专业的报道，开拓您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连看剧都那个，是不是水逆啊？每个月都缴那么多钱，网络速度还那么慢。WiFi 满屋超值方案，每个月只要999，不到1000元，是加倍升级。申办一居光纤上网加上 WiFi 6，直接再享三台 Mesh。
上网看影音多数使用下载频宽，正所谓上传用不到， WiFi 涵盖是王道。一居上网加三台 Mesh WiFi 6，给你 WiFi 满屋。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